开始有听到有人喘息的声音。贴联手。开门红，这局应该是没了。卡队友，我好了，是没怀表的，救的话就双分。
个乔相思，看清楚，我要再看一遍。交了，那我就走，不谈，老稳一点，交了我就走。3家，3家把钱下了。玩几句，不信了。还穿江苏吗？带怀表啊！哎，他叫啥？秒撞，然后秒救，怀表不存在了。他不倒，我不挂。阿奔。这台电梯在这边来守。怀表，我走，别再摸人了。跳跳。要听脚步和惨叫声，我就开着音乐玩游戏。
啥意思啊？这两个人，我又不敢去，难受。两个人抢抢一台电机。 都敢翻到！前锋在那个老远的地方，他必须开球，踢个巨走。 二级狙，二级狙。 没球了，其实我想装天气了，不想浪费。这个天气是我翻车点，一个翻盘点，我要用了我就没了。
黄鸡就不去了，每次去那边都是个前锋或者魔术师，直接走。乌鸦刚飞就有人，还好鸡翅也在这。这次肯定要用儿子自摸，因为带的是弹射。杀了，我一定要杀。摸好了，那可能是要挑战师来救。结实的上来。应该没球了。这时间让我压迫。抓这个魔石啊！我打他一下，他就膨胀，就一直要修。
我身皮痒，非要打他一下。下次他再来就闪现把他杀了。我的 VIP。 差很多，挂闪人之后来得及，两个人都没怀表，去救人了。 真能躲啊！调是会救到的，他不过现在在修而已。 秒回血，牢了，魔术师牢了。
想不到吧，天魔星走路。他收宝贝，我猜。还进过印子的，不行，我非要给他打个钻。秀，对的，他死。应该他没开酒。到了呀，还是要刺刀，除非叫鸟。打个二进去，慢翻了。还在修，那应该要换人救了。满彩，两个人应该都没怀表。不救了，二挂了，应该是要挂死。那我直接走。
卖了。还来。应该是佣兵。多打几刀，佣兵在一起来。最后一台电机在我手上，他只能救人。过来了，我操，还有枪！二楼没有一开始就修，那就应该不是结实。那有人开局毛起来了，感觉像。贼呀！他开局出生在小屋，把儿子放了就跑了。加速的，加速的结实，观察加速。电机也守不住了，不能贪，老老实实把它挂了。过来，空姐过来救的时候，要捞一下，
在凑宝贝，在雕像那边。 空姐都枪早交了，我也派调香师过来就先倒了。 开局，但是我身上还自带封印的吗？这么真实，不想拼，浪费时间。 人荒地有人修啊！有人修干嘛不去锤？那打个钻吧，这是机械师，我不管他。要打个钻，然后我看见耳朵了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别动，对，其实废了。 这边这台电机让了，让他修，抓调香。好，技师现在开心。 开心！美鸟果然好打多了，死鸟人我日，打个结石套个鸟，闪现没了。 调香师套个鸟，算是又有用了。佣兵套个鸟，打钻打不上。狗屎！他们在摸人，找一下吧。
找不到，准备佣兵在附近。哎呦，哎呦！哎哎哎！怎么这么卡呀？ 人家这么消失了，哦，应该是没了，他们修不动了。 甚至搬了好多了，其实不像自己的，走一下。 怎么回事？我在下东西吗？我怎么这么卡呀？我马力忘记调了吗？三百三百三百，我分刷了，一个护臂一百，刷了三百。我看一下是不是下东西啊？我日你哥，果然在下东西，卡死我了。 哇，牛逼了！天气，运气贼好。 拉锯了，拉锯要出事。猜你没怀表。 Yeah.
救吧！让你，猜你没球了，这你都能找到。 隔窗装，牛逼哎！不救吗？不救我把人都挂了，不救。啊！ 完了，成秘捡垃圾。走位，你要不要闪现？ 就喜欢这种卖队友的。 哎，这太给面子了。 我勒个妈！1314，位置有点差。要不老年就推了吧，推了吧。哎呦，这里怎么封？怎么有封印呀？刚推。
交不交？要我不走，交了我就走。上面有人。 上不过去吗？改了吗？他是怀表。 谁呀？这么慌张，看一下。对，这个人死了。 上的是娃娃，我是应该是弹射，电击全到我这，他不过来，他没办法的，他必须过来，等就行了。闲来无聊玩一下，摸摸脑壳。 好秀哎，好牛逼哎，那你不死定了吗？这分怎么涨这么多？越来越多。
空姐，我抓结石去吧。我万一抓空姐吃了一枪，那就完了。结石的儿子，那结石本人呢？ 看见有一个人在修人工光机，去瞄一眼。跑了，跑了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摸不到吗？ 突然慢翻了，失误了。我探一下，探一下，我就探一下，探一下，探一下。空姐来救了。 三家真的是，这个动作我也是无地吐槽了。干得好，给你点个赞。不是你两个人跑一个地方，肯定要留一个人。 前锋留下吧，算了。没治愈的空姐，还有一半球的前锋，去拿一下，开球。 又来了，又来了。